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来到了 Northside Hospital Atlanta 分院。今天 Hiking and Beyond 俱乐部的各位群友们向这家医院送来了他们急需的4000只 N95 口罩。Oh, thank you very much. And I have a letter for you as well. Oh, yes.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Thank you. 那么在这次这个踊跃的捐款中呢，哈，我们那个有一个林先生，我们群友，他其实他短短的在我们这加入已经很短的时期哈，他呢这一次一下子慷慨的捐赠了我们2000美金，还有我们的高英群主也是带头捐赠了1000美金，还有邱海棠、大卫修车，他们也都捐了，每个人都捐了500美金，还有很多捐200的、100的。 还有捐几十块钱的，已经很多的那个网友的这个的名字我们都叫不上来，我们的对他们这些慷慨的对我们的支持非常的感谢。N95 口罩呢是重要的防疫物资，在这个特殊的这个时期上哈，这个东西就是非常敏感的一个物资啊、我们很难在这个短的时期里哈。 找到一个很有资质的，就是对出口这个物资的这种报关的这种单位，所以我们只能采取民用这种包裹的形式，通过这个美国这个 UPS 这个在中国的这个部门去一包一包的发这个物资。那么呢哈，中国对这种物资的这个调控也是非常严格的啊，不可能就是把我们这个7000个口罩呢统一的发到这个一起来，所以我们每天都是追踪这个单号，1箱、2箱、3箱的追，我们已经整的到现在我们还是在路上还有1箱没有到货，但是这个在整个的这个前后在追这个包裹的每一天里，大家。 都是没有说出任何的困难啊、国内这个同事和朋友啊、和我们现在的这个在美国的这些人，也都用了大量的自己的业余时间来做这个事情。那么我们想，不管我们就是付出多少的困难，那么我只要能保证这个医疗的人员。 能有很好的保护，这就是我们华人社区对美国这个我们身边的这些医务人员做出最大的贡献与支持，啊、也是我们Hiking and Beyond Club 对我们社区的一个支持。明天我们还要代表Hiking Beyond 这个组织啊，到我们社区附近的警察局或者市政府，还要捐赠一些个民用的口罩。 美国加油，抗疫必胜！